你妈过生日，你上来做什么？你好意思上台来吗？去，让你妈妈上来。我不想祝他生日快乐。你为什么要过生日呢？回答不上来了，对吗？生日有什么可过的？对于你们人类来说，过一岁长一岁。啊，你真为自欺欺人，还越过越年轻。说这句话，你自己心里安心吗？行了，转过去吧。你愿意效忠于我吗？孩儿的妈。要不要效忠于我？要！祝你生日快乐！下去吧，去，在你生日这一天早点破坏，这样会更加的有纪念意义。明不明白？二他妈，你有几个孩子？三个是吗？让他们都效忠于我，明不明白？还有你们家老头，愚蠢的人类，肮脏的生物，你们是无法体会高级生命体所蕴含的威力的。站都站不稳，翘什么翘？我都替你觉得尴尬。向我问好，人类。把你的帽子摘下来。是不是没洗头啊？被我说中了是吗？你就比他强多了。你为什么系了件上衣在裤子上？是没洗裤子就出来了吗？为什么把自己裹得那么严实？你怕晒？今天我看也没有太阳啊。能去帮我搞点能量晶体过来吗？去吧，等着你的到来。如果你不来，我就去你家堵你。你才变态，你干嘛呢？有你说话的份儿吗？你抱我，那你还是算了吧。关过去，你的衣服为什么破了？不买套新的？这个天儿，我觉得还挺冷的。说话呀！你抖什么抖？那你下去。这个好看的衣服都买不起。该你了，今天怎么穿得这么绿？谁适合你呀、啊？这个颜色。很好，你别管什么绿，反正就挺绿的。你穿着很好看，下次再戴一个帽子就更好看了。不给你握，还想和我握手，没人可以跟我握手。